不好意思啊，你看我这几天忙呢，把你们这个房费的事情给忘了。哪里哪里？但是刚才我来的路上，我这样想啊，既然呢你们要再徽州这扎根了，这个总住酒店也不是事情，租房子呢又不是一时半会就能租得到的，正好我城里啊有一个小房子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你们搬到我那里去住。不去，去了天天看你脸色，我不愿意。不是，他的意思就是。 你一直在帮我们，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，是吧？表哥，你看哈，把那几个苹果给我。咱们别总弄得像仇人似的啊！你看我小的时候一直在你们家住，白吃白住的。你现在到我那儿住也是应该的，啊！再说我那儿啊一直没有人住，你们过去呢就算是给我攒攒人气啊，算是你帮助我行不行啊？行行行，恭敬不如从命啊！我答应，来来来，我答应，来来。 那个小田，这回真是谢谢你了哈！我们来了徽州以后，你看你忙前忙后的，又是介绍朋友，又是帮我们找住处，太感谢了。嫂子，你见外了啊！我就是不愿意看着红明过得不好，让人欺负。哎，但凡能压我一头的地方，你绝对不放过，是吧？先给我找工作，现在又给我找住的地方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就想让我求你，是不是？以后对你弟没顺目了？不是，表哥，你别这么说啊！ 我没有要帮助你的意思，只不过我觉得咱们都是一家人，那怎么了？我还错了？我从来都靠自己本事吃饭，我不靠任何人关系，尤其是你。梁鸿明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狗咬吕洞宾，不吃好人心啊你！早知道这样，那协议我就不签了。别说了，行不行？不是，表哥，咱能不能不那么清高啊？咱们现实点，行不行？ 你给我掉头，别废话，前面给我掉头。你干嘛？这是单行线，掉不了头。那前面，前面不是单行线，给我掉头。别闹了，行不行？我不是闹，我不去他那住了，我不争他的气。你掉不掉头？啊，我你掉头啊。掉什么头？不要听他，他犯神经病。嫂子，你也别劝了，你不掉头，你不掉头，我停车了。行了，行了，嫂子，算了算了啊，我掉头好了。 对不起啊，没事儿。不好意思啊，没事儿。慢点啊！我跟你讲，你也是，我说不住就不住了，你也不知道劝劝我。你说这小子，哎，从小到大吃我们家，喝我们家的，现在咱们就应该吃为了喝回来。你可真有意思，你觉得我能劝得住你吗？这么多年了，你那臭脾气上来，谁劝得动啊？哎，我觉得你不该当老师，应该当演员，演得可好。什么乱七八糟！ 开间房，哟，02位啊，怎么又回咱这招待所了？啊，愿意住这儿，行不行？来这儿，今天的房间。怎么不行？这次想要什么样的房间？就原来那样呗。行，上次你们那房间还空着呢，要不还住那间得了。来，就那间吧。你再登记一下，这是你的房卡。老婆，你先去吧。你快点，折腾死了，饿了啊。 绕来绕去一大圈，还是回到这个招待所这个房间。嗯。哎，老公，嗯，你这几天是不是该去看看刘老师啊？哎呀，来这么多天了，早就应该去看看刘老师。啊。可是，一想到要去看他嘛，我这心里就打鼓。这有什么好打鼓的？怕什么呀？你不知道，当初啊，刘老师想让我留校。 我非说要去北京，到北京做学问，现在又这么回来了，哪还有脸见他呀？人家刘老师是大师，才不会跟你一般见识呢。
哎，胡明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？我看刘老师去。哦，哎，胡明，那你帮个忙，我跟刘老师有一个误会，你帮我解释一下。什么误会啊？哎，还不就是上次应聘人事处的时候，我背着刘老师，打着刘老师推荐的幌子，最后让刘老师给知道了，活该。 活什么该呀！该啊！洪门师兄，你得帮我跟刘老师说说好话。那你跟我一块儿去，你当面跟刘老师解释，这比什么都强。这不行，刘老师什么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通过上一次以后，见我一次就劈头盖脸骂我一次，我也40来岁的人了，一个处长受不了。行，那我帮你说。你。 看刘老师就送这个，我看不怎么地，多少钱一斤？这茶老贵了，200多一斤呢。我买了2斤，盒还20呢。200多一斤你都送刘老师，我上次200多一两他都没喝。你快快快，干什么？你懂什么呀？你送什么刘老师都不喜欢，我送什么老爷喝都舒坦。没错，你是刘老师的爱子。 你说什么，他都听，一定帮我解释啊！哎，一定哈！啊，知道了。刘老师，嗯，学生来看见来了。你，洪明。哎呦，洪明啊！哎呀，抱抱抱抱抱抱！哎呀，刘老师。 身体还好？哎，好，哎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喝茶。哎，我来吧，我来。啊，自己来啊。我不喝了。哎，回来有阵子了，有一阵子了。哎，回徽州师大教书的这事儿，一直没定下来，所以就不好意思回来看你。那就说。 不走了，不走了，真的。站。要我说，你从大京城回到了这徽州这小旮旯地儿，可能还有点不大情愿吧？没有，没有。别瞒我，你我还不了解。学生什么事儿都瞒不过老师。要我说，既来之则安之。 啊，学问在哪儿做都一样。大城市太闹，每个人都削尖脑袋往那名利场上去钻，这心他就静不下来。嗯，这次回来就想安心治学了，其他的什么都不想。老弟儿，哎，你跟我多长时间了？从您到市政协当副主席，我就跟着您到现在8年了。我知道。 你是个有抱负、有志气的青年，老让你当秘书，去才吧。何部长，只要您愿意，我愿意一辈子跟您当秘书。真的，我能跟您这样的领导在一起，这是我田横的福分。这个话，以后就不要说了。田横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你说，市里的文教系统想办个名人书画展，很多人都参加了，现在就想让书法大家刘老也参加。您是说？ 刘一伦教授，对，就是这个刘老。听说刘老的脾气很怪，一般人都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。不过人家是大家嘛，有点脾气是正常的。我倒是在这个师大认识几个朋友，应该能说上话。真的？啊，书画这个东西，是讲究缘分的，不能急。明白，明白。《礼记·大学》曰：“此谓。” 成于中，行于外，是君子，必慎其独也。读书容易啊，读懂就难了。说说，什么叫慎独？就是说，人一定要自律，即使在没人看见的时候，也不能违背自己的信念和原则。说白了，就是表里如一。
哎呀，好面呀！能回到徽州，回到母校教书，我已是非常高兴。我这当老师的也想表示表示呀。这样，要是这个字你愿意的话，送给你了，怎么样？啊，谢谢刘老师。 天天吃盒饭，吃盒饭，我都快吃吐了。行啊，有盒饭吃就不错了啊！吃饭。哎，你那报道弄得怎么样了？去了，今天差点跟人吵起来。这文学院老师态度太差。我觉得你就是一神仙，你跟谁你都能吵起来。这全世界全是错，就你一个人对的，对吧？不吃。 中国这盒饭一股剩饭味儿，不爱吃。这不能再住了，学校的房子我觉得一时半会儿肯定等不到了。咱们租房子吧。虽然这招待所比五星级饭店是便宜很多，但是架不住这时间长啊，而且还没法做饭。来，这是咱们家的钱。 我不看，看它有什么用啊？好房子咱们租不起，差房子谁也不爱住。不看也得看，你得知道我们生活有多艰难。你简直就是一神经病！你说，田恒给我们一个免费的房子你不住，你非得不住，把我们自己搞得跟要饭的似的。要饭也轮不到你要，我出去化缘去。 这什么日子？你说这？ 每天连个热水都没有，我洗澡我洗衣服全是凉水，你信得过我们你？哎呀呀呀呀！行了，行了，明天我租房子去还不行吗？行了，我服了，我拜了。嗯。然后我们这儿那个停一下，立马就可以租出去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慢走啊！哎，你是看房子是吧？ 啊，我们房子都在里面，进来看啊。这个、那个都在上面，什么三室一厅的呀，什么单身公寓全都有。你想要哪一种？我就想要离咱们徽州十大近一点的，便宜一点的房子。近一点？我这儿刚好有一个现房，婆婆要交50块钱看房费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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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，来，走，我带你去看啊，就在那个前面。这栋就是。你还真别说啊。 这地儿离学校倒是挺近，那是哥，能白拿你钱吗？那是，不是，这外头也太乱了吧？这里头能住人吗？怎么不能住啊？你说这里鸟语花香的，人气都旺啊，小花果山这是，这还小花果山呢，把垃圾就都堆在外边。你住里面，你管外面什么事儿啊？这房间里面它是干净的很啊。来，哥，哎，怎么样？房子还不错吧？ 我说你这也太干净了吧，这地方。你不是跟我说是精装修吗？是精装修啊。这是哪年的精装修啊？这是。我说你这人怎么事儿事儿的啊？你到底租不租？你说。我不租。你赶紧把钱退给我啊！哎，你，哎，放心吧，房子已经找好了。你把那50块钱还我。哎，下午就能看房。你把50块钱还给我。你能不能消停点？ 哎，是精装。你把50块钱还给我。我说你这个人能不能啊消停点啊？你要干嘛？把你们领导找来。哎，师大附近1000块钱一个月，这个价格已经找不到了。不是你找的那些房子不是地下室，就是垃圾站，那我能住吗？你要不是还钱，你就把你们领导找来，我跟你们领导聊，你给你们领导打电话，让他回来。哎，梁鸿明。 真是你啊，韦老师，韦老师，你千万别在这家中介租房子，这是黑中介。什么呀？我是来出租房子的，我是房东。我有个朋友去美国了，留下他房子让我帮他租出去。怎么着，梁大博士？
你这都特殊人才了，还用租房子呀？啊！万小山，要房子别租给他们，租给我呀！走，带我去看看去。今天呀？啊，今天可不行，我约了人做头发呢，没时间。没有事，没大美女。哎，那什么？美女，你把房子租给我吧。跟你说啊，我媳妇儿给我下了军令状了，我今天要是租不到房子，回去让我跪搓衣板。怎么着？妻管严呐？妻管严，多年的妻管严了。白老师，这样吧，我给你50块钱看房费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们这些博士啊，学问大，生活能力就是差。行了，算我倒霉，别掏了，走吧。这50放哪儿了？过来吧，看看。白老师，啊，这屋里什么味儿啊？嗯，房东走的时候留下就这样，让租户自己打扫呢。这房子多少钱啊？1200一个月，不包含水电费。1200，太贵了，就一个房间，你这……哎呀，梁老师，这个地段这个价位就不错了，你一大博士就别砍了。梅老师，便宜点，1200超出我的预算了。不行，我朋友说了，最低1200，低了不租。你看我今天约好了人做头发，他没去，你不租算了，我走了。哎，梅老师，别，行，就按你说的。1200，哎呀，特价560，呀，原价1120半折，太好了，这种。哎，剩下的钱刚好可以给你买个书架了。你剩下那么点钱哪够买书架的？你买个鞋架还差不多。鞋架用不了那么多钱，鞋架20块钱我就搞定了。太便宜了，这个床，你小心这里有陷阱，还是买书架吧，老婆，我求你了。你不知道床有多重要吗？别嚷嚷，听我的。到了，你们家到了。哎，这重，不用您，我们来就行。你说买这点家具啊？哎呀，逛了6个多小时，我现在这腰酸背痛。你是个男人不？我女人还没说话呢，你干点活就要了命一样。哎，这边，这轻点，搬不动了呢，这个。哎呀，行啊，行，不会就走，跟你走啊，去随便逛去啊。那我走了，走，你行吗？你一个人？没问题。我可真走了。你走吧，放心吧，我变魔术把家给你变出来，啊。哎，那师傅，我那书架一会儿别给磕了碰了啊。好嘞，你就放心。注意点啊。好嘞。来，先把这个书架拿出来吧。好嘞。老婆，你这太厉害了，你比魔术师都厉害啊，你比刘谦可强多了啊。切，刘谦算什么？哎，好吧，啊，来哎呀，我还没弄完呢，你休息，来，太累了，太辛苦了啊。还不是你弄，不是我身上脏，你别脏什么呀，这叫别有一番风味。讨厌，老公。嗯，咱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，不用再住招待所了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终于在惠州扎根了。老婆，你放心啊，从今往后，对咱们这小家，我一定施肥浇水，让这小苗茁壮成长，让咱们的家越来越温馨。
田秘书，您请坐，我给您要了一杯卡布奇诺。谢谢谢谢，坐啊。找我什么事啊？哦，是这样，洪明是您的表哥，我的师弟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就直说了啊。你说啊，上次我记得跟您说过，学校由人事处牵头搞了一个人才计划，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？啊，我记得。哦，前不久学校找了很多专家，都讨论了好几次，策划书也反反复复的制定成型了。上一周我们把它通过教育口转交到了市政府，不知道何副市长过目了没有？是吗？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呢？啊，是这样，我们交给了秘书科，他们说在适当的时候转交给何副市长，可到现在都没有消息，所以想请您给问问。那学校里的鞭子赶得紧，我不敢怠慢啊。就这事儿啊？啊，就的是。田秘书，您上次可是跟我说过，要在领导面前给美言几句。嗯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对吧？喝咖啡。哎，对，咱们是一家人啊。但是呢，你们学校也得拿出点诚意来。这个工作我可以做啊，只要我们能办到，我一定尽力。很简单啊，就是刘一伦老师的一幅字画。啊？怎么了？他是你们学校老师，你们学校跟他要幅字画，这事儿不难吧？我的田大秘书，我跟您实话实说吧，我就是刘老师的学生，按理说管他要幅字画不难，可刘老师现在对外已经封笔了，要想拿学校来压他，我觉得刘老师不买账。这点事儿都办不了啊。要是别的事情我一定尽力，就这件事情我的心里没底儿。你不知道，我一上刘老师家，他就劈头盖脸的就把我给骂出去了。真的，孙处长啊，这就是您的诚意。别急啊，田秘书，我办不了，他有人能办。谁呀？你的表哥，我的师弟梁洪明啊。他你可不知道，我们刘老师特别喜欢他，在很多的学生当中是最喜欢他的，逢人便说只有洪明最像他年轻的时候。哎，田秘书，那计划书的事情啊，我琢磨琢磨啊，你等我信儿。哎，你坐啊。田秘书，您慢走啊。哎，慢走。你这什么破热水器啊，把我冷死了，又洗一个冷水澡。冷吗？我刚才洗怎么不觉得冷？冷啊，我们换一个热水器吧，好吗？嗯，来，到老公怀里来。你想什么呢？想你想的呢。来，快放屁！谁呀？哎，天恒，你摸我手了！你干嘛呢？这么喘呀？做运动呢？做俯卧撑呢？啊，是这样啊。明天中午你带着嫂子到我家来吃顿饭。啊！自从你们回了徽州之后，还没有到我这认识门呢。我到时候过去接你。不用你来接，你那车我们坐不惯，晕车，我们自己去。一路上看看徽州的风景。那也行，我一会儿把地址发到你手机上，明天中午不见不散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挂了啊。继续。
哎，你说田恒，他是副市长的秘书，他怎么能住这儿呢？一个小秘书住这儿就不错了，我是大博士还没地儿住呢。还真是，人家怎么也是自己的房子，咱们还得租。哎，好像是这儿啊 ，A 区四栋。哎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什么时候咱们才能买自己的房子啊？应该是一单元。回答我。来喽。哎，欢迎欢迎欢迎！你看来就来，拿什么东西啊？对对对，来来来，不能空手来。哎，要不要换鞋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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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里往里。哎呀，啊，还收藏点这个字画啊！我就喜欢这些东西，喜欢的都把它收回来了。厨房呢？哎呀，还有小二层啊！对。还挂着呢，忘摘了。谁呀？这是我前妻。真好看，是不是啊？你看他都看呆了。哎，别瞎说。哎，梁鸿明，这是你吗？哎呦，你那时候太逗，那么胖呢。哎，你们仨还认识呢，啊？还挺熟啊。什么不说话呢？哎，嫂子，我们当年特别熟。是吗？是吗？哎呀，高中同学。高中同学，高中同学吧？你干嘛？你干嘛不说话？心虚什么呀？我心虚什么呀？不是，嫂子，那个我专门让吴妈那个。我有什么好心虚的？姑娘，那个我让吴妈呀，这个牛排都准备好了。来，那个表哥、表嫂，欢迎啊！第一次这个到我们家来啊，菜齐了，您慢用啊。谢谢。祝你们婚姻生活美满啊啊！喝，好好。哎，表哥，这个喝红酒啊，先要摇一摇，让这个酒醒一醒，然后喝的时候呢，得把这个舌头卷起来啊，让这个红酒呢，跟你这个舌头这个各个这个味蕾的区域啊，充分接触，这样你才能品出这个红酒的味道。嗯，对，干什么呢？好喝这酒，哎，这是张裕还是长城啊？啊，这是一瓶法国酒，进口的。法国的呢？那得多少钱呀？嗯，还行吧，不算太贵，几千块钱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这一口下去好几百。好喝就好啊，山寨货。哎，上哪儿买那是正宗？就我喝酒的经验啊，这可是瓶好酒啊。你记住这个酒的味道，这就是好酒的味道。其实这个品红酒啊，和这个收藏古玩字画很像，你得多看啊。多品，你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。哎，表哥，嗯，我听说刘一伦教授是你的老师，嗯，他的字画不错。哼，刘老师的字儿，独树一帜，自成一家。对对对。嗯，哎，咱家不是有一副吗？你就拿过来给您。嗯。哎，不，红明，那待会儿咱们吃完饭之后去家里看看这幅字。没问题。去吧，你给我下套了吗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。不是表哥，我就是喜欢字，我是想这样，那个，既然你对这个字画没什么兴趣，你不如出个价钱，你把这幅字转给我。哎呀，你喜欢就拿走，别说话了，不用钱。你别说话了，没有戏，不可能。刘老师最讨厌的就是官僚。根本就不懂字画的价值，附庸风雅，不懂装懂，不会给你的啊！不，你就算我是附庸风雅，可是我真的喜欢啊！你出个价，田恒，咱就这点觉悟吗？我承认，钱可以买来很多东西，但是，巴金曾经说过，人不能靠痴迷，啊，人要有一点精神的追求，钱买不来幸福。这个道理你懂吗，表哥？这个世界上还真是用钱你说买不到的东西，它很少，对不对？那好，咱们先说你啊，
市长小秘书当上了，你觉得你现在一个人幸福吗？这个幸福的标准啊，每个人心里边不一样，但是呢，我起码不至于说带着自己的老婆四处流离失所吧。你挤的谁呀？我至少还有一个带着流离失所的吧？你有吗？你就一个好媒，现在在大洋彼岸呢，自己无依无靠，流离失所，谁造成的？你干嘛呢？你跟人嚷嚷什么呀？好媒是谁呀？你问他。谁呀？我前妻，去美国了。哦，就墙上那个。不是，人家前妻，你在那激动什么呀？我高中同学，那你激动什么呀？我激动了吗？我没有激动。你什么时候为我这样激动过呀？你今天就有问题。表嫂，你今天整个状态就不对。吃饭吧，表嫂。那个，我今天呢，把一家人聚到一起，就是想好好吃顿饭啊。来吃饭吧。肯定有问题。我这么好的酒，这么好的牛肉，我懒得跟你计较。来，嫂子，嫂子，嫂子。好好的牛肉，你说你炖点土豆多好，你整这血丝呼啦的怎么吃啊？白瞎这好牛肉了都！这是西餐，你懂什么呀？你干嘛去？不吃了。我表哥就这样，不喝酒正好，喝一口他又犯病了，今天出门没吃药。哎，嫂子，刘明，真不用了。刘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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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待会你们俩又在车里又吵起来了，待会出车祸。哼，我们俩从小就这样，别往心里去啊。没事没事。那个刘老师那画的事儿。那个，你帮我跟红明再说说。你放心吧，你这么帮我们，我肯定帮你想着。他就是一时拐不过弯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慢点啊，红明，再见啊。哎，再见。梁红明，我看你还是跟我坦白吧。你跟田恒的老婆到底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？同学关系。不可能那么简单，你当我傻子呀？我一看照片就知道有问题，你看人家田恒怎么帮我们的，啊，费心费力的，你怎么说话永远呛茬啊？是你老原谅不了人家是不是？啊，你心里老放不下老情人，对不对？就像电视剧里那种，高中同学两男一女，最终女的选择了别人，你受不了了，对吧？什么我受不了啊？都多少年不联系了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你这是。不联系就不联系，人家活在你心里。哎，今天你知道他们俩离婚了，你是不是特高兴啊？初恋多好呀，太美好了。要是能够旧情复燃，该多好呀！你有完没完了？行，我想了，我就想老情人了，满意了吧？那你有本事去美国找他去。我找什么找？不是你这人，我大学教授，我不愿意跟你这家庭妇女一般见识，神经病。哎呀，今天啊，我正式上任了啊，徽州师大文学院教授，未来的。咱们的生活也终于走上正点了，时来运转了。哎，老婆，你说我这京师大毕业的去了以后，他们是不是应该红旗招展啊，人山人海，对我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，鼓掌。讨厌，你又不是开演唱会去了。我这是下架了，那小型欢迎会总是要有的呀。好了好了，别啰嗦了，赶紧走吧。行，第一次开会别迟到了。好，哎，你等着啊，等着我班师回朝啊。什么呀，我也走啊。你干嘛去？我这两天就要上班了，我赶紧把家里还没有置办的东西置办一下。那赶紧赶紧抓紧。新学期的第一次 meeting， 啊，两件事儿。第一件呢，就是要把今年的课给大家分一下，啊。哎，院长，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一点儿。这没有课，
年终的这个评审就不会通过，会影响到你们各位的奖金还有评职称的。提前了，我怎么知道？哎呀，张院长说话呢，别吵。你们俩不要开小会了。张院长说话。梅云老师，把分课名单给大家念一下。文学院教师分课的名单：西方文学史张志野，文学理论张志野，现代文学史何凤溪，古代文学史晏群书，语言学概论葛芳菲，中国古代文论孙思颖，影视文学研究龙麒麟，当代戏剧研究出征，写作学戴笠。完了。完了。啊，怎么没我呀？没你啊。嗯，好了，那么第二件事情，院长，这怎么没安排我的课呀？Mr. 梁 ，Yes，Yes，Yes。你这好歹也是京师大学毕业的博士生，怎么连最起码的 courtesy 都不懂啊？什么？礼貌。不要总是三番五次的打断别人讲话。不，院长，我不是想打断你的讲话，我就是想问问，为什么不安排我的课？嗯，是这样。这两年啊，咱们的招生量有所下降。可是我们的师资力量呢又比较充足，再加上一些硬塞进来的人不好安排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些选修课，你看你愿不愿意上啊？行，选修课也行啊。我这还有这个语言学、训诂学、古典文献学，你看你愿意选哪门啊？我哪门也选不了。院长，这个语言学和古典文献学，我都不会呀。Mr. 梁，这是在教课，又不是买青菜萝卜，怎么可以挑肥拣瘦的呢？哦，对了对了，这个你不是觉得自己年轻力壮有干劲儿吗？是吧？这一年级的辅导员也由你来兼任。我不做辅导员，我就教古代文学史。那好啊，有哪位老师愿意和我们的 Mr. 梁来把课调换一下啊？训诂学的课谁愿意替他？就是呀，这去年都没有学生选。老朽不才，愿意把我的古代文学史和梁老师的课换一下。叶老师啊，你添什么乱啊？你还是好好的写本专著，在退休前把你的这个教授评上去吧。教授之称不要也罢，你们这么对待一个年轻人，不好。好啊，好啊，啊！既然燕老师愿意换，我没意见。我这里嘛很民主，是吧？燕老师也可以多拿几个课时费嘛。我是为了那几个课时费啊！我在这学校教了几十年的书了，谁不知道啊？啊，谁不了解我呀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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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只是和你开开玩笑嘛。我们的这个 Mr. 燕总是这么气冲冲的。第二件事儿，这个课题申报，我们提前了是吧？现在就可以申报是吧？有哪位老师有兴趣，到梅云老师那里领一下申请表，好不好？那个梅云老师啊，你那儿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请大家通知一下各组的人，今年教育部要检查教案。这又去检查查不嘛，年年都查。没事，散会吧，散会吧。谢谢你，好好看。你原来在学校上学的时候，对你有点印象。梅老师。今儿这身裙子，哎，跟你这气质太符合了，真的，梅老师，特别漂亮。跟着我干嘛呀？啊，张院长不是说那课题申请表到你这儿来领吗？这倒挺积极的。这没编的事，跟你这劲干嘛呀？哎，怎么没谱啊？只要我选题好，那就有谱。我奉劝你两句啊，你别太锋芒毕露了。别跟那个燕群书老师一样，
整天不是看不惯这个就是不认同那个的，你看最后连个教授都没评上。好，多谢梅老师的金玉良言啊，多谢多谢，给我吧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梅老师。哎，不对，拿错了。哎呀，没拿错，刚才张院长跟我说了，今年呢你还得带一个班做辅导员，这是你们班级的名单。行，辅导员就辅导员，我干，但是你得把课题申请完。梅老师，梅花三弄的梅，芸芸众生的芸，在芸芸众生当中一朵傲梅。又来又来了，真服了你了。好，谢谢谢谢梅老师，谢谢梅老师。这能不能批我还不知道呢。我明白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谢谢谢谢梅老师。说明你干什么都是对的。什么呀？这是 Nike。打你！啊？怎么是你呀？啊，你呀，酒吧唱歌那个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这学校老师。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？我是这学校学生。